往下。你给钱了吗？你就咧着大嘴吃啊？这个有人打开了，我以为钱付完了呢。你看谁打开了？谁看见我打开了？监控。没啥事，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？多少钱？5块。别人家卖4.5块，你卖5块，以后我还能来吗？哎呀，那王小倩太好了！你要以后真不来，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。谢大姑，你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许走，不给我钱，我找你爷去。不，你老找。我接电话，你回来不许给我钱，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是不给钱的人吗？我不没钱吗？放回去不就完了吗？咦，你来的正好，有5块钱呗？有啊，借我呗。借你？借你？我借你一双慧眼，你要不？我也不想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有事问你。啥事儿？别给我俩贱呲的。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不？啥字儿啊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会装。来，照相了，自己看。小米粒儿，我爱你，王小倩儿题，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？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儿题。哎呀，大姨了，黄姨啊。谁是你姨？啊，不是，我没叫你黄姨，我叫的是黄姨呀。哎呀，你欠不欠啊？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儿啊？我招你惹你了？别人车不写不上吗？你那车灰老厚了，写字老清楚了。哎呀，黄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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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是你爷？小黄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昨天晚上我做个梦，梦见我和小美丽结婚了。那跟我车有啥关系啊？你别打断我，下边就有关系了吗？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，所以出门的时候啊，我还闭目合眼的往前走呢。我和小美丽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，哐嘡一下子撞门框上了，这洞房灰老大了，就把我给呛醒了。我把眼睛一睁，你的车，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，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。我现在情绪也到了，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儿不？小黄，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？呀，你这不是刺字啊，这是要给我刻章啊。我就问你王老师，今天这事儿怎么办？办啥办？挺难办的是吧？不办不就完了吗？我车上还有字儿呢，擦了不就完了吗？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？不洗不就完了吗？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？不生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你这人啊，本是同门生，记啥眼呢？你瞅瞅你！我告诉你王小倩啊，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：一，给钱洗车；二，赔礼道歉。我选择二。为啥呢？因为省钱。行，王小倩啊，来吧，道歉吧，来吧。你瞅你嘚了吧嗦那样，还道歉谢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表情吗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对不起。哎呀，行，瞅你这样，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？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。黄小黄，我服了，我是真没钱。行，我知错了，行不行？我道歉。对不起。哎，这还差不多嘛。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？还想咋的呀？我手机里有照片呢，我去告诉你爷爷。哎，小黄，小黄，小黄，干嘛？你千万别告诉我爷。我爷爷要知道这事的话，非得踢死我不可。哦，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，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小黄，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，你还告诉我爷？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！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，咱俩就好好唠一唠。王倩啊，跟谁吵吵呢？一个不讲理的女人，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，这家倍儿巴。哎呀妈呀，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！他我看也是。哎，倩，
刚才妞妞来电话了，我得去趟学校，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。我也不会看呐。哎呀妈，太简单了！来来，我教你。啊。谁买东西，你拿这个一扫，嘣儿，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，妥了。就这么简单呢？啊。那我会。行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，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。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，你就怎么对待顾客。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，他们也可以不给吗？就去这边了，有什么不给钱？我告诉你啊，回来账要是对不上，你得给我赔。那我不砍了。别呀，那超市咋整啊？你关了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得上学校吗？不去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得管孩子吗？不要不就完了吗？什么玩意儿就不要，什么玩意儿不要？天啊，好好看着啊，那五块钱不要了。那行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还得嘱咐嘱你，记住啊，顾客是上帝，你跟顾客是一家，明白不？明白。记住了啊，顾客是上帝啊，记住啊，是一家人啊。黄嘴必须放心吧，大姑，顾客是什么了？顾客是什么？哎呀妈呀，顾客是我妈。哎，顾客是我妈，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是上帝，爱咋地就咋地。爱咋咋地，啊，就这地。小钱儿，啊，你干什么角色？帮我大姑看店呢。哎呦我的，这孩子还干干人事儿了，我呀！欢迎光临。我的妈，你干什么你？我们的服务宗旨是：顾客是我妈，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是上帝，想咋地就咋地，爱咋咋地，你想咋地。你看准了，我是恁爷爷，不是恁妈，还给我降一辈儿。我现在不认爷，只认爸。上帝和妈，你选一个。那还用问呢？上帝渴了，喝水。好嘞。哎，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儿一下啊？他还得叭一声呢，一辈儿一叭，一辈儿一叭才行。你不啵儿，他也不叭，肯定坏了。两块钱给你，行了，什么时候倍儿办好了，你等我喝水。哎，不行，钱在我手里边，货少了，回来我解释不清楚，钱必须入柜。你往哪入？你入柜？对，不是，我是你爷爷，我渴了。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，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，你知道吗？钱必须入柜。哎呦我天！你说你孩子，你彪了，你干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渴着停着。爷，你等会儿啊，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，我给售后打电话啊。你快打吧，我嗓子都冒烟了，我呀。喂，售后服务吗？我是大米超市。拿来。那个，你这机器不好使了，不奔吧了。你别来奔吧的，你溜吃的，你赶紧过来吧。有个老头可着就受不了了，你快点去吧。哎呦我去。哎呀妈呀！我渴了，我想过来喝口水。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倍儿霸，半天不给我水，我嗓子都冒烟了。妈呀！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，倒霉孩子。倩儿啊，你大姑呢？啊，就去学校了。啊，那你搁这干啥呢？让我给他看店呢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看着，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，真像个售货员呢。欢迎光临，我们的服务宗旨是。顾客是我妈，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是上帝，想咋地就咋地，爱咋咋地，你咋咋地。哎呦妈，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，像卖瓦盆似的。可拉倒吧你！奶奶没啥事儿、啊，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洗衣粉呢？洗衣粉。哎，这位奶奶啊，这洗衣粉你拿不走。为啥呀？这机器坏了。啊？我不知道多少钱。啊，不知道多少钱呢？这么的，给你扔下五块钱，完了机器修好了，到时候钱找回来，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。奶奶不行，钱必须入柜。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，现在有三个选择啊，一是搁这干储，二是回家干储，三就是给400-688-486宜家购物打电话，足不出户就能送货上门。选择。对吧，我选第二条的、干搓、我回家呀、让小米粒使劲搁那搓、这个奶奶、媳妇拿走快点、
给钱呢，快！他怎么能拿走，我就不能喝。这位不懂事的爷爷，你想找孙媳妇不？想啊。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？不想啊。那还本事吧啥呀？哎呀，我说老王头啊，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？可真是你的亲孙子。走，上我家喝水去，孙子。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？喂，小李啊，你不用往这儿赶了，反正也在我家门口，我去售后服务呗。怎么的，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？没关系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客户家呀，你的态度一定要好，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，听见没有？好的，没关系，不麻烦，就在我家门口。啊，就这么地。干啥呀？装花仙子呢？老板呢？我就是。你？我给你打的电话，你是售后服务吧？啊，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？啊，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？我们的服务宗旨是，顾客是我妈，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就是我上帝。我想咋地就咋地，爱咋咋地。我投诉你。为啥呀？你咋才来呢？顾客对不起，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，所以来晚了。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儿啊？嗯，是的，是那个山炮。怎么跟山炮说话呢？啊！我现在是顾客，给我赔礼道歉。道歉，听明白没？道歉，嘿嘿，道歉，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对不起，这是道歉的表情吗？对不起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顾客是什么呀？顾客和我们是一家，顾客就是我的妈。行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，妈想看看几款机是不是死机了。好嘞。哎，你占顾客便宜，你给我赔礼道歉。对不起。这是道歉态度吗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表情吗？对不起。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。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，我不干了，行吧？我来买东西，我现在是顾客。王先生，你是干啥的？服务员。给我拿东西。拿啥？面包。好。买单。妥了。哼。对不起，俺家机器坏了，机器坏了，机器坏了！你把衣服给我穿上，给我道歉。现在我是顾客了，这是道歉态度吗？对不起，这是道歉表情吗？我都说了我不干了，我是来买面包的，你给我道歉。俺家面包咋的了？你家面包长毛了，道歉。对不起，这是道歉的表情吗？对不起，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我看了，哪长毛了？这是肉松面包，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。我现在是顾客，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？给我道歉。我是买面包的，我是顾客，你跟我道歉。你家机器坏了，我是顾客，你给我道歉。你家面包坏了，你跟我道歉。你家机器坏了，你家面包坏了，你家机器坏了，你家面包坏了，你家机器坏了，你家面包坏了，我家面包坏了，你家面包坏了，我家面包，我家面包也坏了，我家面包也坏了，咋的？你家面包坏了，找我干啥呀？啊！上库房给你找去啊！王倩，王倩，你这你干啥呢？找面包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让你开超市，你给我拆迁来了。大姑，是这回事儿，他家机器坏了，他是售后服务，不修机器，搁这找长毛面包。大姑，你告诉我，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？哪有什么长毛面包？什么长？哪儿坏了？不没插插销吗？这不插上就好了吗？这不是啊？这玩意儿还插电呢？这王小倩儿，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，你给我看个稀碎，你呀，你过来，我得说你几句了。这是顾客呀，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！不
管是啥样的顾客来，我们都得笑脸相迎，笑脸相送。不管顾客有啥问题，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。嗯，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？背一遍。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就是我的妈。给你妈道歉。哎呀妈，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，小花妹妹，我替她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、啊。别，姐姐。要道歉的是我是售后服务的，我又不是顾客，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，光顾跟他吵架了。对不起。别，你看你给我整得这样，你说这咋整吧？咋整？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你看，哎，我那个车上字你啥时候给我擦？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，你浇吧不就完了吗？啊！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。对，我现在告诉王叔叔去。你瞅你俩，动不动就告诉我爷，动不动就告诉我爷，我爷笑一顿，你们高兴是不是？你让我说命运呐！王小倩。